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从欧洲的整个发展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注意看啊，我们以前总觉得好像什么先进的东西都是欧美的嘛，那美国承袭欧洲嘛，对不对啊？但是同学注意哦，欧洲早期，甚至不要说早期，一直到今天，同学注意哦，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早期也是什么政教不分啊，甚至是宗教掌控政治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什么宗教战争打来打去啊，对不对？不同的教派之间从古打到今天啊，为什么老师说怎么还打到今天呢？同学注意看啊，欧洲历史上宗教不会介绍哈，早期呢，当然他们的宗教啊是以什么？欧洲这个地方是以什么天主教取得了优势啊？因为我们知道那这谁是因为罗马帝国什么那个时候掌控什么大部分欧洲哦，老师没有说全部哦，说大部分啊，那罗马帝国掌控了大部分。欧洲呢，那当然里面同学注意看，今天的意大利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是什么罗马、佛罗伦斯啊这些城邦什么打来打去，对不对啊？然后最后才什么形成了罗马帝国嘛，对不对啊？那好，那但是教皇在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嘛，对不对啊？所以欧洲历史。那当然你可以说老师除了罗马之外的确呀、希腊的什么雅典和斯巴达也是什么欧洲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嘛，所以就等于说欧洲历史的发源什么它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啊，它是不同的地方啊，很多重要的城市所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呢同学注意看，那罗马天主教啊，罗马这边天主教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你看这个英文就看得出来了嘛，啊，罗马天主教，那它的影响力呢，掌控大部分的欧洲啊，老师敢说它是全部欧洲啊，大部分的欧洲啊，那所以呢，在组织结构上，在座可能有同学已经去过欧洲旅游过，或者是你从事学术交流去过。就可以看到梵蒂冈在今天是整个罗马城，我们说罗马这个城市啊，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是没有死角，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那小巷子也通罗马，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建筑的设计是非常的经典，以罗马市中心为核心啊，往外辐射好，所以等会我们也可以看，等会也会放那个卫星地图给大家看哈。好，哎，它就是以罗马市为中心，那但是呢，现在却有个死角。那个死角从哪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吧？对不对？那现在还是通啊，小巷子也通啊。有个死角出来了，那你觉得说有什么转下的感觉？越想越远啊？梵蒂冈。对，非常好。那为什么有个梵蒂冈？因为教宗不能随便进去。好，教宗在那边不能随便进去，非常好。同学注意看，就是什么？欧洲历史上，罗马天主教它掌控西欧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什么皇室，对不对？啊，就等于说大部分的国家在它的领导之下，对不对？啊，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大。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同学注意看啊，我们这边讲罗马，甚至同学注意看，你今天去梵蒂冈，刚才同学讲好，梵蒂冈啊，你进去参观这个梵蒂冈的博物馆。梵蒂冈的博物馆，你们要注意看，你进去看那里面的所有的展示品，还有没拿
制的那些精品中的精品，那就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的什么成果啊，都掌握在他手里啊，你就可以想见他的影响力了，对不对？那当然你说了，老师他可能是假的啊，那有可能啊，但是最起码就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看，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城市会出现一个死角，是梵蒂冈呢？对，注意看，就是因为后来欧洲，我们注意看啊，欧洲历史上罗马天主教对于他们的掌控，不仅是思想上、身体上、行为准则，对不对？啊，甚至财务上啊，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不是有什么赎罪券、教士录，那以今天的表达方式来讲，这就是抽税嘛，挑利民目的抽税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被欧洲人什么，一开始大家也承受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他在教义上的诠释的能力非常强大，啊，所以大家被什么掌控在精神上、身体上。那这所谓的身体上是什么？天主教，要想一想哦，你不可能不知道，不要老是一问你摇头。从小到大都跟宗教绑在一起，就是从跟弥撒到这个，我觉得都几乎都绑在一起。哦，你往这个方向想是对的啊，从小要望弥撒和受洗啊，对不对啊？你的行为规范都要接受他的指引，甚至到结婚，对不对？一直到丧礼啊。那结婚有什么样的规范没有？一定要遵守婚姻神要守贞，然后必夫要一夫一妻，然后因为之所以后来还有英国国教派，其实是因为各国王想要一夫多妻嘛，所以他多创了一个英国国教派。然后最重要的是婚前守贞，这个大家都知道。哦，好，婚前守贞大概基本上很多宗教大概都是这么规范的，对不对啊？那罗马天主教到今天一样啊，他结婚的时候如果不是在什么教堂里面进行的话，那是承受很大的压力的，表示你不被教会承认的这个婚姻，对不对？所以你看欧洲啊，或者说美国有一些天主教被怎么有名的名人，他们结婚第一次结婚在教堂，第二次结婚对不起出去，教堂里不让你办婚，就是什么天主教是不承认离婚的，对不对？好，那当然除了身体，刚才讲这些身体上还有什么呢？你们同学？宗教法则。宗教法则。那要属于什么事啊？就是如果是被认定是异端邪说的话，你可以拿什么？哦，异端邪说，那是你有异端邪说，老师说现在说身体方面呢？你们注意看啊，罗马天主教皇他是什么？他是上帝的什么代言人啊，对不对？所以上帝到底讲些什么，他说了算，对不对？啊，所以就等于说，你们注意看，不仅罗马天主教，今天世界上很多宗教界，他们有一些问题，他们彼此之间的什么竞争，甚至都开打的一个情况，最主要就是什么，争的就是权势权。这个上帝，或者穆罕默德，或者是什么Abraham 这些什么，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你我这些凡夫俗子知道？懂我这个意思吗？要有个人出来定于一尊啊，对不对啊？罗马天主教皇什么好，他说吧，对不对？因为他代表上帝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是什么？上帝创造的，所以是什么？身体上，那就不是了，全是他不会让给你啊，对不对？好，
避孕。那同样的，不能堕胎，不能安乐死，看到没有？因为你的生命的起源和结束都是上帝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看到没有？好，那同样的。所以死刑我们在台湾争了大半天，学习欧美基督徒，你看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人家争的是宗教界的诠释权，跟我们这边是无关的，懂我这个意思吗？死刑意味着什么？你怎么，你们这些法官怎么比上帝大？懂我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跟人权无关，跟神权有关，懂我这个意思吧？好，所以看到没有？我们身体都是由什么？上帝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没搞清，对不对？就罗马帝叫毛就算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影响力多大，对不对？它的权力的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个权势解释权，懂我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为什么甚至欧洲他要为了战争开，为了宗教开打嘛？他不是为了空的东西在开打，他其实就是权力之争嘛，对不对？我就是要这个解释权嘛，我抓住这个解释权，你们一大堆人才会服从我啊！我叫你们交什么教师物，你们就交；叫你们交什么赎罪券，我说你们身上就是有罪，你们身上如果都没罪，你们还听我的吗？懂老师的意思吧？啊，所以什么都是我说算，那当然不是老师说算，罗马天主教皇说算，懂老师的意思吧？啊，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影响力多大啊。那好，那同学可以想见吗？那难道欧洲人都让你说了算吗？随便你搞吗？对不对？那以前真的是随便他们搞啊，对不对啊？那但是到最后是吧？就是赎罪券、教士部，这等于说是今天的讲法，就是什么？你巧立名目的来抽税，搞到大家已经受不了了嘛？啊，为什么呢？我们注意看啊，基督教这个地方，接下来啊，你们看到没有？欧洲文明里面，天主教，然后从他这里经由宗教战争什么打出来的什么基督教，所以你们要注意看啊。我们东亚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因为宗教而开打的什么大规模战争嘛，没有。但是你说他们宗教界有没有一些权力斗争，那当然令人信心的是有，但是没有说我拿起武器来什么这样子翻转历史式的这种战争，那我们东亚基本上是没有嘛，对不对啊？那欧洲这边同学注意看啦，因为你罗马天主教搞得太厉害了，对不对啊？所以在德国，同学注意看，这个马丁路德呢是什么？德国的神学教授啊，同学注意看呢，他这个时候什么？不断的什么？开始在因为老师嘛，教授嘛，叫老师嘛，他不断在思想层面啊，开始陆陆续续质疑了这个。啊，不仅是质疑不当税收，还质疑的一点就是说，既然那我们为什么作为单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应该也可以什么直接和上帝沟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经由你这个罗马天主教皇？我们既然如果像你讲的神爱世人，那我们的生命什么都是什么上帝给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的和上帝去沟通啊？看到没有？啊，那同学想看，如果你我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觉得意味着什么？嗯，没事都可以喊上帝 say hello。好，那你的特别你觉得显现在哪里啊？就是
前妻跟他上沟通，我干嘛要去教会什么受洗呀、啊？一天到晚什么又要什么时间被你规定要去做礼拜，然后又要什么时间又要有一些什么禁忌，对不对？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的存在不受到限制。我不需要金融你吗？我干嘛还需要受罪呀？我什么都可以自己来啦，对不对？我直接跟上帝沟通啊，我有什么困难，我也直接什么跟上帝诉说，对不对？因为每次看到今天去那天主教堂里面，可能还看到有个倒计时，啊，我很就什么短期的，但是我很真的无法释怀，就去跟什么神父告解嘛，对不对？把你的一些什么不敢跟别人讲的，啊，那当然是。后来什么？不是后来吧，一直都是如此。有一些不是全部啊，是概念全部。有一些的什么，特别我们说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当年打了有名的六日战争里面什么，那么告解是就是跟重要的情报传递是，我是意思吗？啊，所以他很权力一直没有离开过。啊，所以说，哎，千万不要以为宗教组织跟权力无关，宗教组织同学起，老师不敢说全部了，只敢说建议同学观察，事实确实有权力组织。我是意思，啊，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哇，你可以和上帝沟通啊，那你真的不仅特别，你的影响力更惊人啊，你甚至把罗马天主教什么？给封杀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注意看。所以呢，马丁路德他提出来，他当时他自己是一个学者嘛，他没办法，他不可能去先动什么战争啊。但是他在思想上的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想刚才讲的，那我很特别，那我的特别并不必然要显现在傲慢上面。而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可以因此透过我自己的什么能力来观察什么？我所生存的世界，不仅人与人，甚至人与大自然。所以这后来，这个之前呢，欧洲和我们亚洲比起来是落后地区哦。也因为这个的什么马丁路德的这个什么思想上的启蒙，陆陆续续在座有学理工的，看到没有？近代的西方的自然科学开始，哎，我们要观察和什么发自然的关系哦。以前没得观察，教会说了算，你也不必观察，懂我什么意思吗？哎，那你看人与人之间。哦，就像刚刚，因为大家都很可怜，人与人之间是吗？哎，都不错啊，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啊，对不对？啊、哦，哎，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后来的欧洲说什么？大家说什么？哦，这个拿破仑的自由、平等、博爱、重视个人什么的，其实注意看，在这个时间点，思想上就已经开始启蒙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开始重视个人。价值不像那样，我也蛮可怜的。我应该不是什么超级大笨蛋，我应该哦也可以有一些想法，不是什么都要去教会的。我自己可以思考问题，对我好没错哦。啊，这是什么？个人主义陆陆续续开始抬头，啊，进而推动。所以我们刚讲啊，工业革命源自于英国，但是它不是突然冒出来。有着整个一长段历史的什么发展呢？啊，使得大家什么摆脱了什么宗教界强加在大家思想上，长期以来就必然形成迷信了，对不对？那把你这个什么紧箍咒拿掉了以后，让大家的思想得以什么活泼起来啊，对不对？那活泼起来。
我自己赚的，又不是上帝发给我的，所以我干嘛要缴这么多税啊？对不对？所以陆陆续续他就开始持股啦，对不对？那当然也被启蒙了以后，哎，各种人才啊，因为也重视个人了嘛，所以你会赚钱，好，那你就多赚点。那你呢，理工可能比较强，那也不再什么打击你说你这个是弊端了。那大家也熟悉啊，达文西的密码，对不对？啊，大家都看过这电影啊或书嘛，对不对？其实达文西这么红，其实也就是什么？大家注意看，欧洲或者是西方文明里面，在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思想启蒙之后呢，一直从古到今存在着什么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什么权力斗争。科学如果一直不断的什么往前突破的话，宗教界的存在价值，当然对于人的心灵的安慰，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但是你想要来掌控大家呢，对不对？啊，所以甚至你们注意看，现在欧洲不是也，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影响力还是很大哦。欧洲现在的医学界不断的什么？这个安乐死是可以解禁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它不敢动啊，相关的立法不敢调啊。但是毕竟有很多人很痛苦，留了很重的病，不想活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欧洲有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你在那边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杀人的护士，有一些杀人的医生，在人家医院的病人搞死30-40个，大多数的医生护士。有些真的是大魔头啊，老师不是光这种辩护哦，有些护士和医生他真的杀死很多人，是他真的他可能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我不谈。那有，但是制度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宗教界的影响力在里面非常大，所以欧洲包括美国到今天安乐死推动嘛，懂老师的意思吗？啊，并不是说他像我们在台湾把他们吹牛吹得那么伟大，他们多么重视人权。那当然有些人是重视了，老师也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是啊。有些是真的是基于人权的考虑，但是在制度面、法规面上的制约，为什么到今天都撼动不了？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教会。对不对？你这样你搞，我们教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啊？对不对？我们是上帝的使者啊，对不对？应该什么都是上帝说了算，结果你们左一个立法，右一个什么的都说不算了，往往是意思吧？那得以让他说了不算的，有没有注意到？不就是科学证明吗？对不对？啊，所以欧洲历史从马丁路德开始之后什么？大家开始，哎，就等于说我的脑袋解放嘛，被启蒙了嘛，啊，所以开始欧洲自然科学界和宗教界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有政治界和宗教界、经济界，就等于说除了教会以外，所有的领域开始什么发展了以后，他们跟你什么？原来的教义产生了什么冲突啊？对不对？说，但是没看到没有？到今天这么多冲突，大家都还没有办法什么让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力对你就可以想，你在历史上从古到今，他说对你提出来的实力是多么惊人。别的不说好了，光讲钞票好了。你看到没有？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啊，你们注意看，我们在台湾大家炒房啊，对不对？啊，那种黄金地段的房子一平多少钱，对不对？哇，一平房子那个什么300万啊，都欠着哈，对不对？所以要求政府打房，对不对？但你们注意看，欧美国家的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你们注意看，大概都是教会。罗马天主教，看到没有？我们就知道他们从这个累积到今天那个实力之惊人，
个金融风暴到欧债危机，大家是不是对于全球的银行都不放心，要求进行检测，对不对？这个压力测试，对不对？我敢说抓这银行的话下岗，对不对？好，全世界真的不很认真在做啊，特别是欧洲接着又来个欧债危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盯着银行来看啊。但是什么是原因？只有罗马天主教皇的银行没有人说啊，那就是因素啊。那所以那里面的什么黑白两道的钱都不敢给啊，对，懂老师的意思吗？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整个历史发展造成它的影响力。那即便后来什么，我们说马丁路德对于大家的启蒙啊，哎，是改变了欧洲历史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看到没有？马丁路德他提出来了，对大家进行思想启蒙，那影响到整个陆续去欧洲、法国那边什么都开始启动了，来指引。那当然，后来发展到有，你看打了30年战争，那个时候打了30年，我要注意看哦，只是把教会的影响力什么教这些主教们的影响力呢？把它送回教堂，没有消灭掉啊！所以到今天，他们有机会，他们就绝对跑出来干政啊！所以怎么讲？从古到今，没他这个政教之间的权力竞争，没有打出个什么绝对的输赢，我们只能说打个大概，比如说打个平手吧。看到没有？啊，所以呢，你就回教会吧。那我也愿意对你做退让，就是大家的行为规范、心灵上的一些规范呢，还是你来做。看到没有？但是政治、经济、什么科学啊什么的，你什么，你就不要讲话了，对不对？让所谓的证据说话嘛。对不对？邓老师举这一个例子好吧？所以你们注意到，陆陆续续，不仅我们台湾，全世界大家好像陆陆续续什么，甚至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案例，最近有个什么阿力，国防大学不是有个阿力的艾滋病啊，什么被传染，对不对？不是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没注意看啊，艾滋病呢，它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受到歧视的，那为什么受到歧视呢？那当然，一方面是恐慌嘛，因为他再怎么样，有的时候被输血输到了也被感染了，而且他空窗期很久，你很难什么立即处理，而且就算立即发现呢，空窗期7年吧，好像差不多7年才发病嘛，那这7年中你可能你也不晓得你被感染啊，你也捐血就这样子，都不敢出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什么不良性行为。那什么叫不良？那就又是罗马天主教皇说算，看到没有？好，那好，那什么？还有另外有吸毒的人也是比较容易感染。啊，那为什么老师说基本上全世界都歧视？啊，除了大家恐慌自己，这个没有药治。100%治愈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们注意看，是罗马天主教皇什么谴责他是什么一个罪恶，看到没有啊？所以什么那不得了啦，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整个啊，那甚至以前什么希特勒对这些人根本是不手软的啊，你就进往死里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说话，看到没有？那后来为什么陆陆续续发展到今天好像有些人就比较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个50年代吧，特别是在非洲又多的这个什么艾滋病啊，就往外扩散啊。那你们注意看哦，罗马天主教皇
那个就要花钱，去研究助理二的，对不对？好，那同样注意看，那是因为什么？50年来后来从非洲那一波实在太严重，法国那边的什么医学界呢，研究别的东西，发现到了什么？哦，艾滋的这个艾滋病的一些情况，啊、哦，那甚至呢，在这研究的同时呢，也发觉什么？同性恋的根源所在，医学界的根源。啊、哦，所以同学注意看，不是你想搞同性恋就搞得起来的，懂我这个意思吗？啊、哦，就是说，的确在医学上，我们人体上什么，他研究出来医学界，也就是说科学界拿出证据放在罗马天主教皇面前，啊、哦，同学注意看，罗马天主教皇之后，在公开的场合就没有再谴责艾滋病患者，还有什么？虽然他还是不接受，但是什么，在公开的场合上，老师说的公开的场合就是什么？这个，医生帮忙放一下那个三那个卫星的，这个彼得大教堂，那个什么，他好像每个礼拜拜祭啊，他是在那个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各国旗，啊，圣诞夜什么这些好像都会在地方发表一些言论啊。把旁边这三个，把拉卡拉到这里，圣彼得大教堂正面。进去吗？这是圣彼得大教堂，不是吗？圣佩特梵蒂冈，哎，对，这个，对，同学看到没有？他那个你放那个阳台，这下面这边是广场，再转，另一面对面，圣佩特，或者是你用换成梵蒂冈的。哦，这已经在里面了，是吧？好，那你们好，同学注意看啊、哦，就它这个大广场这个地方，它每隔一段时间什么，你用梵蒂冈，哎，就这个上面这、啊、就这个、啊、这一张，这张吗？好，同学注意看，好。这个地方呢，同学注意看到没有啊？他什么定期在这边什么为各国旗，圣诞夜之前什么他都有定期的，什么元旦啊，他有定期的公告，里面就会提到啊。那他就是在这个场合，他不再公开谴责啊，但是他心里还在感受啊，对不对？但是科学已经拿出证明来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要注意看同性恋他为什么反对，一样的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啊、哦？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就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他的一些宗教的背景啊、哦，没有什么一天到晚什么人权啊，没有这回事的啊、哦，完全是宗教界的影响力在那个地方。特别想看你这个同性恋，对不对？你同性恋本身，老师刚讲法国的什么医学专家的研究什么，但基本上我们是小脑后面有一个有分泌的一个东西呢，是比双性恋真的是少一些。好，所以它有自然科学界的证据以后呢，罗马天主教皇还是不接受，但是不谴责了。看到没有？那这对于你看，对西方世界，甚至包括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力，是个莫名其妙的大。就他一个人说算了，不是吗？其他人都跟着后面，对不对？
啊、哦，所以达文西的意涵就是什么？就是带着我们西方的科学不断宗教碰撞，看到没有？等于说马丁路德哎启蒙大家以后呢，很多什么大家都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什么制约了嘛，对不对啊、哦？那但是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好打算打算在 PPT 上，但是呢，没看到没有？到今天，它的影响力都还很大哦。那老师举例，以后会再详细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最近大家看到的土耳其，对不对？土耳其一直想要加入欧盟，欧盟加什么？对不对？前一阵的难民问题，对不对？欧盟就说，哎，难民你把我挡在你们国家里面，给你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我加快射能进入我欧盟的进程。大家注意啊！现在说上一个罗马天主教皇室自己退位了，那再前面一个过世的那个源自于波兰的那一位，他临死之前啊，还公开呼吁所有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徒，你们要跟你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不要让那个土耳其那个异教徒啊加进来欧盟，啊，因为欧盟是以基督文明。为主的什么国家组成的一个区域组织，然后往单一的国家发展，好，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欧洲国家受到战争，受到宗教的影响啊，是多么的深啊。好，那这个三十年战争，1618到1648，这三十年战争一打了以后呢，对于全世界。不下于英国在六月的脱欧。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注意看啊、哦，这个三十年战争呢打完了以后，的确宗教界的影响力被请回到什么教堂里面。那但是呢，剩下来的世俗界的这些国家呢，我们自主所谓的主权国家，啊，举个例子，法兰西人。组成一个法国，对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英国，对不对？啊，那日耳曼人组成德国，啊，就是哎，我们大家都各自建立一个国家，啊，我们自己享有最高的主权，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自己，我们对外代表呢也是我们政府代表，那但是每一个国家对外只有一个代表权，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组成这么多国家之后呢，大家要互相承认嘛，对不对啊？然后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啊，所以建构了当时的一个什么和平的秩序啊，那也把什么教皇请回了什么教堂里面啊，所以的确在那个时候，欧洲开始什么比较明确的。政教开始有所区别啊，但是老师没说完全一刀切，老师还没讲的话啊，敢这么讲，到今天也还没一刀切，所以不要说那个时候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会有意见？你说，我是你刚刚讲那个废除自己部分，就是我是你刚刚说那个废除。就是因为那个宗教说不给国权他的信念，但其实我是上帝，你的信念是上帝说了算。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打过辩论，什么都研究过执行力，但是其实还蛮少说法是说因为宗教的原因去废除执行的，因为宗教什么会因为宗教的理由就想要废除执行，因为大部分都还是偏向，比如说像那个误杀，或者是像国家不应该夺取人民信念。比较少有说法，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看过的说法是说，因为宗教里头说，上帝我们不应该夺取他的性命，因为我们的性命是上帝给的。因为这样的说法其实，如果照老师你这样讲的话，那古代就会开始有人在推动废除执行，但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现代的事情，是一直到大概20世纪、19世纪之后，有法学界的人才出来说要废除执行。在古代，即便宗教如此发展的物质迅速，还有像政教合一的时候，也没有人在推动废除。所以我觉得老师你说，有没有人在推动废除死刑啊？
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推动废除主义，它是很现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老师不说，是啊是啊，对，所以我觉得老师不说，很多人因为宗教所以去废除自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再来讨论。我这边没有，好好，老师再讲一遍啊。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影响力很大嘛，对不对？你我从生到死都是宗教可以说了算，对不对啊？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近代，陆陆续续科学的一些证人出来以后，陆陆续续怎么好？那你举例来讲，甚至现在什么教会也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现在孕妇不做产检嘛，对不对？产检这个超音波扫描过程中，它会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堕胎，走到今天，天主教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那又是科学在后面，对不对？你没有这方面的突破，你也不晓得有问题啦，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一点。那回应刚刚同学讲的，那以前的确欧洲也没有什么废除死刑啊，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都是罗马天主教皇说了算的话，那你当然从你怎么废除死刑啊？啊不，就等于说也没有什么死刑不死刑嘛，对不对？除了什么那个时候的死刑是怎么样？你违反教会，对不对？你就会上吊，对不对？不就宗教界来处置你嘛？对，你要注意啊、哦！欧洲历史上，大家为什么老师一直讲，大家不要把宗教界只想成哦，他们当然不能说他们都不好，好，老师也不敢这么讲啊。但是他在历史发展中，他也有黑暗的一面，看到没有？那是黑暗的一面，对于广大的信徒来讲，你要注意看，如果都是很好的话，马丁路德。没人要理他了，对不对？就是黑暗的阴影已经让大家受不了了。那你说死刑以前什么教会就执行死刑啊？对，因为你不服从我啊，你敢挑战我啊，对不对？那你说近代，我想我们自己都是法学教授了啊，任何一种论述主张，你要注意看，都是前人恐怕是比较惨痛的遭遇，累积到一段时间以后，才终于让大家什么对于某些事达成共识，对不对啊？认为要改啊。那法学教授，老师不是说法学教授不好，也不是说法官、检察官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踏在前人的尸骨上往前走？就是什么前人面对到一些黑暗的情况，可能真的牺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有什么一些觉悟嘛，对不对？觉得要改变，对不对？进而才提出来的啊。那你说近代的法学者呢，或者法学教授，或者是什么法官、检察官、律师，基本上什么？可能我说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系统化的整理，是在这方面是比较有贡献啊。到底必然是什么？法学教授们啊，觉得要废除死刑就废除得了的，没有这回事的，而是什么？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家有相当多的人因此而牺牲了，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对的。懂吗？这个意思才陆陆续续发展出来的。好，那我非欧洲以外的，老师刚要讲的就是，非欧洲以外的国家，你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因素的话，老师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说，你不必百分之百的什么去抄袭，对吧？因为欧洲这个也是什么痛苦经验中什么走出来的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痛苦的经验，你干嘛要去绑着跟人家的一些论述一模一样呢、啊？来倒头来绑自己的人呢？我们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讲。老师要强调的是这一点，懂老师的意思吧？好，你说哦，那你说很多地方别的宗教也
东方国家，然后也不是传统的天主教，所以刚刚教授一直在讲说，就是天主教的对欧洲的文化影响力是有很深有很深的影响嘛。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比较没办法具体的想象到天主教宗教那么影响到，就是用刚刚教授举的例子那么强烈的影响到，所以说它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我比较没办法想象它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去影响它的，比如说制度面或是一些东西。会请教举一些比较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来辅佐就是宗教对一些法律啊那些的影响。好，其实同学注意看，现在刚才讲个人的这身体上的理解了嘛啊、那你说法律啊，我们注意看，欧洲历史上甚至影响非常庞大的，我们台湾都受了影响什么？罗马帝国制定罗马法律，对不对啊？那在尺度面啊，刚才讲的这个举例来讲好了，是当时嘛，政治制度细节我们就不讲。最重要，后来也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就是什么？皇室之间的婚姻，谁和谁结婚的什么？天主教国家就是罗马天主教皇说了算了，对不对？好，那变成哪个国家在外交上和哪个国家结盟，就是透过这个婚姻上的安排嘛。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说英国的国教，就是当时英国女王什么？他拒绝了罗马天主教皇。但是你说哦，老师那亨利八世什么搞婚外情啊，都搞瞎搞，对不对啊？那这是后来，那更早就是罗马天主教皇安排他的婚姻，他不满。那但是罗马天主教皇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我让你英国和哪一个国家，英国女王和哪一个国家的什么国王结婚，是有利于我罗马天主教皇的什么权力的巩固和扩大，对不对？那他反对啊，英国女王当时反对啊，所以才什么后来什么才禁的。那同学注意看啊，英国女王当时反对，就反对了吗？你如果是天罗马天主教皇，他说不同意，你说算了，那就算了，你就这么讲吗？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以教皇实力的话，他有没有兵权这种东西？就是说，好，老师理解你，你先讲兵权，就是军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同学注意看，罗马天主教皇本身下面什么没有军队，但是他掌控那么多国家，你们这些国家的，你的国王都听我的，那你的军队不听我的，听谁的？对不对？那很好，又回到你这个问题来。这就是英国当时英国女王说：“我不愿意嫁，不愿意嫁给你叫我嫁的那个国家去啊，对不对？跟他结盟啊，对不对？啊！而且他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当你罗马天主教皇的主张跟我英国女王的主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英国人要听谁的？”你觉得应该听谁的？这是现代的观点，对不对？那当时可不，所以变成什么？英国才按什么？罗马天主教陆陆续续的分离啊。那分离的过程中也很艰辛啊。罗马天主教好像也是派人去暗杀他呀、对不对？啊，那他没有军队。罗马天主教，我下面统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军队，我经由国王、女王就可以控制住啊，对不对？那但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们注意看，罗马天主教皇这么多个，从古到今这么多个，中间也有弱势的，对不对？而且他们彼此间，罗马天主教里面也有不同的教派嘛，什么耶稣会呀、道明会呀，我们高雄的道明中学。大家应该知道吧，高雄是有道明中学，对不对？不同的他们之间也会竞争啊，甚至什么开打啊，对不对？所以什么变成他什么，你们今天注意看啊、如果不管你去过没去过，没去过的以后去你们注意看啊，老师刚放的影片，这个图，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啊，
条条，这是什么？你看来是我设计的，哇，他真的是不错。但是你一问他哪里人，你想他意大利人或者罗马吗？不是，他是啊，瑞士。对，非常好。为什么是瑞士呢？你们讲瑞士了？对呀、啊，非常好，是瑞士哦。好，你说瑞士是中立国，那你呢？你也说瑞士啊？那就休息一下咯，好不好？休息10分钟好了。